看看。录你啊，可是卖车呢。嗯，准备要买车。上来看看这辆不错，2016年的玛莎拉蒂。嗯，三万不到，开了3万卖，可以考虑一下啊。败家玩意儿。我还没想好咱的价位是啥呀。5000以下。买那恐怕是不行。买一个没有犯罪史的就行了。5000以下还要没有犯罪史，那应该蛮难的。一眼看过去，心里没有激起一丝涟漪。没有那种像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的那种悸动吧。这是我想说的。咱们考虑历史一辆，历史个新车，你怎么想？我都听你的，这方面我确实是不懂。嗯，2017年的路虎，30,988。你是不是招打了刘星？我看你现在有点浮躁哦，我看你飘了。可以考虑的是日系车和韩国车，就是皮实利用车吗？现代伊兰特不是吧？北美四大神车是？我说老公，嗯、我猜呗。你说。我没喜欢。嗯？我没喜欢。啥？以我对于 PHD 圈这个理解，嗯，肯定是有凯美瑞和卡罗拉，嗯，这是板上钉钉的。对。克鲁兹。嗯。真的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有，好像有。那你都没有正确答案，你搁这考我干嘛？查一下。啊，这相机好厉害，它亮度调节的哈，对准它的时候就能看着字儿。哎，对准你的时候，他那块就是过量。四大神车，丰田凯美瑞、丰田可拉、本田 Civic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和本田雅阁，这有这个阿斯顿马丁，考虑考虑。这是啥网站呢 ？Cars.com， 这附近还有卖布加迪威龙的。阿公拜拜，就录到这儿吧。拜拜，内容太多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今天山火的灰飘过来了，俄勒冈州的山火飘到我们华盛顿州了。对，一阵西南风把山火的灰飘过来。所以我们今天都带了 N95， 这是有呼吸器的口罩。嗯，这是一个勒脸勒哪儿的都勒的。对，我觉得呼吸非常不畅。这是我们为了娃而买的车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去检查身体方便。对，还没买，现在试驾。试驾，这个是我们周六发现有娃，周一就定了。对，我没有看到明显的划痕。好呀。那都是脏的，白车的问题就是脏了就很明显。嗯。所以要经常洗车。白车会更安全一点，容易更 visible 一些。你说的对，我以前那辆金色的车，我感觉我拥有它的那几年里，我可能只洗过三次。嗯，因为跟灰一个颜色。哎呀。它碰瓷儿，我。他全责，上车吧，勒死我了！哎呦天，看看我看看你，挺酷的。安全带系了吗？现在系。这个车是你找的，我们比较了一些私人开的二手车和一些租车公司的二手车，然后发现这辆车，老吴先帮我拿一下呗。然后发现这辆车非常的新，2019年的车开了25,000迈。嗯，但是它非常的新，嗯、对，空间也很大，嗯，又是一个小车，要是大车我开可能还稍微有点费劲。空间大的小车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它又可以免费开2小时，喜欢就直接开回家，嗯，然后就在这儿找你交钱，对，哇，这些地方真的是，这就是信用，嗯，真的是。还有一些租车公司，它还有那种什么可以开3天那种的，但那种就是说，如果你最后不买的话，嗯、你这3天的钱就按租车钱给他。你得把钱补上，对。咱这个就是，你就反正这2小时你都白开，嗯，你不喜欢你就给人开回来，你喜欢你就直接拿家去。嗯，这个车还是挺新的哈，嗯，挺好，你真的很会挑，嗯、而且你就是执行力非常强。你看，发现有娃了以后，其实我除了知道要去约一个医生确认以外，我根本都不知道该干啥，然后你咔咔咔约了个车，嗯，这样的话，如果这个车我们真正比较喜欢的话，我周二去看医生，咱就可以开车去了、嗯。你真的很优秀，你在夸奖我。我妈就说嘛，给我喂的特别的好，然后让说要不然的话，我都吃饭吃的不好、哦。在这怀孕之前的半年里面都一直是咱们俩在一起，所以我吃饭都很少吃不好的东西，嗯，都是你给我做。我妈就说、嗯、你看这个备孕的状态就特别对，这时间就特别的好。不是，如果你们俩异地的时候，然后你发现，不是异地的时候发现怀孕了，就是那意思吧，
长颈，那就得解释一下了。但如果是那种情况下，那肯定是我每天晚睡晚起，然后又不好好吃饭的状态下，嗯，我妈就会觉得那这个胎儿会不会受到影响。嗯，反正你就是特别好，我妈看你咋看都好，夸我。嗯，她不知道昨天你做饭给我吃闹肚子，这事我一般都不说。对，对不起。而且我在怀孕的一周里我瘦了2斤，你呢还臃肿了一些。嗯，怎么样，你觉得这个车刚才这些驾驶感觉怎么样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了。嗯，而且它的空间有这么大，我脚都够不着前头。嗯，我这么长的腿。呀，我超速了，我超速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超速很危险。因为旁边有警察在那蹲守，看到过他们抓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抓就抓你这个从高速上刚下来的这些人。对，然后还没找到速度的正确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再到前面还有一个右边的道就忽然变成右转 only。嗯。这是警察可以来罚钱的好地方，钓鱼执法。所以咱就要这个车不还了呗，今天。对，不还了。而且今天开车还去了韩国超市，今天就没有买说特别特别多的东西，因为就觉得说啊，已经有车了，这种是比较好。原来就是因为没有车，每一次租车那家买一冰箱，总是这种状态。嗯。这个挺好，空间大，等以后肚子大了，也不会觉得很逼仄。嚯，我的长腿。我的长腿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长腿。嗯，我这是来美国买的第一双鞋，是在2016年，四年之后还是在穿着它，多省钱呢我呀。嗯，可不是吗，老厉害了。那我们就回家了，我们就回家了，这车就不还了。拜拜，拜拜。